这就是 LPL 吗？ BLG 大战 NIP 上演顶级番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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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番，各大解说七级反笑，你就说好看不好看吧。哎，沙豆想动手啊，奥克吗？特别赞啊，小沙欧恩，哇，刚刚欧恩，欧恩要被扣到死了感觉，就你喜欢这样表情是吧，欧恩？追梦跳过来也只是吃一下经验，对吧，欧恩？就你喜欢这样表情，只要这样表情，这个人就开始。对，他，哎。Q 闪没减速到，对，主硬杀吗？伤害不够啊。主要他 Q W 空了。兵哥自己失误了，是的，对，他自己失误了。他 Q W 如果减速到的话 ，Invisible 很危险的。减速到应该必杀了，就差一点伤害。问装逼，问过他这个左，问在干嘛呢？这个把血量送回去了呀。把血都绑到这个侠，血都有闪现。啥都不用交了，哦，要死了吗？哦，感谢平 A， 卓站出来了啊！感觉是问站出来的呀，问会出手的，啊，会出手。问真的是这个人，是不是毛绿？他第一把看完他走了，他直接去楼下吃饭了。然后问看了，哎，毛绿不在，我没有压力了，对吧？要继续搞。哎，欧文这个勾上去就有点怪呀，知道大叔在的呀，不懂。欧文想要看看绿毛最近状态保持的怎么样。BLT 的第二把比赛永远不会让你失望。可以，欧恩帮绿毛打个 BO3 决胜局出来。绿毛已经在热身了。熏先动这个先锋吧，小胖先来啊，开个大树。Invisible 阿丁打的打得还不错，但谁怎么打？最多打，我又出钩了，但应该是想救这个 Elk 啊。自己要被打残了。喂 ，Q 闪。空壁是可以 Q 闪的，是吗？对，解乏了要，闪现 Q 歪了。亚飞能 Q 闪吗？休息到就杀了，是的，他 Q 到确实杀了。好自信啊 ，Fortik 的自信源自于什么呢？哎呀，这位被开了 ，Elk 有金花，有闪现，有大，什么都有啊。但死的怎么？哇，我看起来，哎，这个位置死的怎么是 Fortik？波体还在吧，波体还在吧，波体赶紧击败！哎呦，这个群里怎么杀了两个人？波体还活着，还没死啊！还没死、啊，不要打第三把了。他还在拉扯。两个人没闪，我操！小潘三杀了，小潘四杀。四杀了，四杀了。要不兵哥踢过来送五杀吧？兵哥人呢？兵哥在上楼。Dream 在等兵哥。BLG 不打满三把不得 BLG。习惯了只能说 BLG。BLG 感觉打满率极高。其实我觉得也不能怪打野的原因吧，这把真的是辅助开始的。这把真的是辅助开始，我觉得不怪辅助，我觉得不怪辅助，我觉得怪毛绿。毛绿啊，毛绿吧，毛绿吧。我觉得怪绿毛，我觉得怪绿。哎呀，可这个绿毛他肯定出去吃饭了，他有的时候打的不知道为什么那么，有的时候、有时候打得很好，有时候打得很差。对，有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打那么差。这个野夫妈也搞个鸡巴，我操，空大家一个空防御他。哎，但是牙膏来了。还是可以杀吗？有 W 啊，那个你没手没操作，还在操作，他没魔抗的，还在操作，没魔抗，电的很痛。但是牙膏死了吗？谁在扛他？那打啥呀，标记？这么丑陋吗？标记这越塔，这标记打的多捞啊！这波怎么在搞啊，标记？这波配合，我去，不愧是 BDG 兄弟们，打跟第一把的状态完全不一样，对不对 ？BDG 太疯狂了，兄弟们，真的太疯狂了。终于塔还没了，兵哥上了对线打得好好的，兵哥这 W 啊，兵哥被绑住，兵哥要死了呀，兵哥，兵哥也该收了吗？要被爆炸死了，兵哥要倒了，欧恩也倒了。哇、哦，这里 Elk， 你要不要跳上去 ？Elk 有闪现，闪现拉开。哎，兵哥还把一技能带给三个队友，这波。阿斌这波，这我觉得再还那个五杀。现在送。就当时十二分钟，当时十四分钟之前，兵踢不过来，没办法五杀。这五杀猪妹空大躲不了，过到那个防御塔，然后呢再等兵线过来，泰坦二谁在扛？然后泰坦扛塔一开始，泰坦就啊少扛了，还可以扛一下，后面就变成 Elk 扛，问题是又变成雅高扛，他少扛了一下 ，Elk 还扛了又出来了，对，然后就不是训扛塔，这什么月塔呀？这个这是比赛能出现的画面吗？全是色操作，以为好怪呀、啊，说实话，就你。说实话，你只看第一把的话，你都不知道第二把 NIP 该怎么赢。没事，下把 BLG 还是会赢的，因为绿毛吃完饭就回来。你先绑到雅高没闪现，雅高死了吗？先把塔点了呀 ，NIP 什么垃圾组呀 ！NIP 我操，在干嘛呀？先把塔点了呀！朱亚这边只要死。我操 ，NIP 真不想赢。大龙就在脸上，但是打大龙速度不快啊。没有，大龙就在我旁边啊。哦、oh, ，OK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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、okay, okay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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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交闪现，勾 A 大招 ，A
托底这个位置好像走不太了，走不太了了。勾到漫天飞雨700块，900、700，侠这波收个1600，兄弟。啊，先把塔点了呀，这什么月塔呀，到底他真要2-0吗？这是什么指挥啊，我的天哪。第三条小龙不打，这样月塔去打，我这把如果被翻盘的话，我是 NIP 的老板的话，我真的要气死，真要气死。先把塔点了呀，这两个双射手在干嘛？ Dream 还想补伤害，你他把塔点了呀。不是 Shadow， 你是出的全脆皮装备啊，为什么不先拆塔呢？不懂啊！我顶着那个丝血的二塔就要越塔杀人啊！顶着塔杀人啊！绿毛鼠标键盘都收拾好了，不让上了，意思是？真换了弹幕上去打吧，刚刚那波是。说话，哪个弹幕去打的？刚刚。哦哟，这波翻大了，还拿了大龙，兄弟经济追回来了。现在经济只差2K，你看侠的装备，侠的装备甚至要比小炮加那个谁都要好了。侠一波说3000吧，我就想开 L 哥 ，L 哥是用的精华弹没搭在 ，L 哥要死了吗 ？L 哥这个位置，拿出开刀，现在拉开了，先把塔点了，塔点了，那一笔塔西巴了的了，防御太给才给他中，牙膏这位置无敌了呀，兵哥踢下来了，哦，他妈能不能提个防御塔？你这么生气干嘛？我要下班。我的，我要下班的。我的，我饿了。我的，我急了，我要吃饭。OK， 可以。哇 ，NIP 可能想吃饭，我真的急死了。我又不想减肥。他妈这个，我白了，我的脑筋。送了三个 NIP， 一换三，眼中没有防御塔是吧 ？NIP 纯不想赢。翻了，已经翻了感觉。NIP 感觉就是在打 rank 啊，太浪了。这把 NIP 输的话，讲实话，更衣室矛盾要起来了，来了，巨母再被带，会能跑吗？闪现一勾，伤害够不够？差一点有点燃，伤害够了，回血阵也打出来。小龙这边也不敢去争夺了，洗白了哦，这波洗白吗？这波闪现够洗白了。OK， 我说实话，第三条龙不敢接，第四条龙过来接，我是真的不能理解，我都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。本来这我是应该已经拿龙魂了的 NIP， NIP 着了呀。那 BLG 说我想打满 ，NIP 说我想下班。我说实话，刚才我不吹不回啊。前面月二塔之前的那个局面 ，MRY 站着上去了吗？啊，真吗？我们俩赢是吧？应该随便赢。随便赢。就别开麦就赢了。对，不开麦都赢了。你就随便打，怎么打都能赢。而且我发现，别开麦，别指挥，自己想干嘛干嘛就赢了。真的是自己想打，怎么打就怎么打。难道这就是 LPL 的魅力，还是 NIP 的魅力？弹幕别上号了，赶紧把号下了，让他们选手回去自己打。弹幕再上号真要输了，弹幕。感觉 NIP 这个局面感觉已经是打不了了呀，这个画面。打不了了。对，已经到这个时候已经是不行了。我们前面说了25分钟，右边20分钟右边就随便赢。左边基地要爆炸了，又一个。哇，欧文好帅啊！哎，下线狂风把二 K 给做掉了。哇，老公，小皮有鸡吗？开鸡跑往前顶，再追，阿尼有那个断破 Q 技能，先收割。鸡跑去了，鸡跑续上来了，续上来再跑，有闪现破点，还在追，还在追。然后这个位置要死了，我觉得，然后这个位置要死吗？还在追，他有闪现了 ，Q 一下。这个兵哥来了，我操，兵哥来了，被二走了 ，Dream。哇，这波兵哥自己也得赶紧走。兵哥不能来打团，其实说实话，兵哥就带线就行了。兵哥他应该把中路，他不来中路高地就推掉了，对啊。对，兵哥他又太伤，他又没把自己藏住。对啊，他别来呀，你就隐身就行了。兵哥怎么又露出来了？兵哥，你就我不想看到你，我也不想看到你，队友都不想看到他，我觉得。牙膏可能想看，牙膏感觉得换条裤子。牙膏刚才缺上了。艾尔克也挺没道理的，人家 Fotic 再怎么样也是个三件套，直接上去想一打一，有点过分了。艾尔克还是没大招的情况，他非要上去跟人家对 A 一下吗？啊，真的主动求干，他主动求干，盾都没掉。幻风看到 Fotic 这一波的操作，直呼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有没有误开了？来了，动大龙。这个时候，如果说你把蓝刀用完的话，打团就不厉害了呀。Fortig 要硬打大龙，想的是，来了，绿白刀打得很快，把大龙扯完之后呢，团战怎么办？要先追剑姬，剑姬有疾跑。怎么说 ？Fortig 也开疾跑了，正面团战打不起来，剑姬被控住了，完了，别人被秒杀。
被秒杀完之后呢，泰坦朋友给了大招，阻断一下对面的进攻。Elk 大招往前，怎么说？这道哥怎么说 ？Elk， 哎 ，Elk， 他被小炮一大招轰走了。哎，我好难受啊 ，Elk。踢了吧？小炮这推能推这么远吗？两个小炮，两个 TP 走还是 B 走啊？直接 B 走吗？在 B 吗？真在 B， 好像 B 不掉的样子啊。两个。哦，你的踢了西巴了吗？啊 ！TP 啊啊！我这 TP 走不就行了？这样小龙能打不？这个 BAG 这边有三个人还活着，打野 AD 辅助还活着呢。Dream 这个时候 rush 掉了 ，Dream 敢不敢跳 ？Dream 跳了没用，有惩戒有惩戒，赶紧推吧，不要再拉扯绿毛了，绿毛又坐下了，直接给大了。小胖被定住了，但是大叔打的很好。这边第三个，奇迹在落后。傻蛋，傻蛋前狂过来，奥克好狂！大招大哥先把前排秒了，被秒了，被上面直接被秒。对的，沙豆也死了啊！沙豆也被，金哥没起跑，留不住。是，还有悬念。还有悬念，还有悬念。推了一路，好吧。绿毛，你先别提绿毛，绿毛先坐下。这两个队伍 LPL 的魅力兄弟翻中之翻再翻再翻再翻究极翻天印，现在是军事兄弟，纯粹的军事。围城被逮到了，有眼死了。哎，爆弹果实也没有打下去，雪董这两个人怎么说，高高好像老帅牙丢到了，但是高高打不过小气，打不过，有闪现，有闪问题不大。但是高高目的是拖住，高高的目的是拖住。有人专门过来，阿兵想还有这么好事？打不过没减速到，好像打不过，那算了。这也能双向奔赴，传送门走，传送门，哎，听你们过来，我你们走啊！我在那边等你，怎么说进去上来没挡到啊？我走了。你求他们过来找我，求他们过来找你。好玩，你们哇，这两个队伍打的就很激烈，很刺激，哇，太好看了，精彩，太精彩，好看，有点像那种大逃杀，你不觉得？就那种。吃鸡真的是，不是，我都不知道他们在干嘛，你怎么这两个队伍啊？我觉得有点像那种吃鸡。为什么？就是那种看谁跑得更快，然后你追我赶的那种感觉。NIP 真的不在打团，在干嘛？我说实话，主要是快把我看晕了。吉亚有一个人，快把我吉亚有一个队伍在搞的话，其实还好，两边都在搞，而且这把全是经典啊，全是经典。哎呦，出一个意想不到，好吧，这一把全是意想不到，全是效果这把。顶级的，就说好不好看吧。确实，别的不多说。效果拉满，边想推高地，右边双 C 都没闪现，得开。大招熏也没闪现，先把熏杀了。先杀熏。这个猪妹位置好像有点危险啊。然后回墙贴开疾跑，不敢追，我操！这不追吗？你开疾跑，右边双 C 没闪，不敢追，是怕兵哥带线吗？你这么怕兵哥带线的话，要不你就兵哥，你找兵哥八甲龙去吧，真的。哦，可以，他们等到40分钟了，点了风暴聚集。OK， 风暴聚集。风暴聚集做加了48攻击力。他现在有多少攻击力？400-500吧，应该。贝尔斯攻击力应该挺高的。我500攻击，522点攻击。一会儿来刀大招下去。傻豆怎么在这个位置啊？怎么又是刀大？而且这个时间点太尴尬了吧，帖子，你意思电龙没了呀？没了呀！纯种电龙魂啊，这可是。兄弟，你刚才没有看到 Fortiga 的表情，看到你只会说点。什么表情？哇，右边这个阵容拿龙魂的话，右边这左边这阵容怎么跟他们拉扯？四个电龙的龙魂啊！这怎么拉扯？四个电龙那个加攻击力加攻速，加攻速加减 CD 什么的。很变态的，血都抢酒，闪现把这个雅高，雅高有闪现啊！雅高这个位置先交一个秒表，雅高有闪现可以跑啊！雅高，雅高闪现留着明年再用，明年再用吗？把大招，把那个 Elk 推走，兵哥这个位置，你们看他兵哥不打兵哥，他们再追个七八呢。兵哥这个位置反而走了，怎么说？小炮回家呗，其他人中路一起逼过去啊，尝试一波嘛，我觉得。
不尝试吗？不尝试感觉就是慢性折磨加自杀 NIP。 哎，这波运气不深啊，这波运气，这波没有大龙啊，这个情况感觉标记基本赢了，四电龙的龙魂，然后边路有那个带线的优势，这个大龙标记出来就可以直接秒掉。大龙快被秒杀了，是谁的 TP？ 快点点，小炮也交替，想来打团。来，那剑姬怎么办呢？剑姬不管你了呀，剑姬直接拆家。这波团战 NIP 哪怕打赢又怎么样呢？卓哥上来卖自己，这谁被留住了？巨母被留住了。七七二分六四回城，牙膏上来打断，打断到了，游戏结束，恭喜臂力记。BLG 今天大翻盘。我想这么说， NIP 这个队伍是真不配。我这个不是开团，不是骂人，我跟你们说，这把都能输的话， NIP 这个队伍是真的不配。我感觉把麦毙了，打排位都不会这么弱。我说实话，水边在韩服王者局或者国服峡谷岩找的那个五个王者，就是他们，就是我的意思是他们优势七千的时候，就上了那个把麦毙了只发信号都不会这么乱。对，上了六千的时候，那个领先六千，上了推二塔的时候，你就让那些五个路人上去打，这把都已经赢了。就只发信号，别说话。那不要说话，你把耳机摘，把耳机摘下来都赢。然后发信号就行了，有时候就能赢。四打五被团灭也不算是。哇哦，还以为 BLG 想打第三把，原来是 NIP 不想打第三把。对，你想打没用，我不想打。我老子居然打第三把，但我不想跟你打第三把。凭什么你想打我就要跟你打呀？你能送我就不能送吗？搞笑！五千 NIP 老板，我真的要气得要死，真的，这把，这把打完我真的血压下，气得真要死。这把打完感觉都不想吃饭了。这把 BAG 能翻盘，真的不是因为 BAG 打得好，我真的不想说 BAG 什么找的一个比较好的机会什么的。没有没有，真的是所有每一波团都是 NIP 全，你看熏都笑了。熏脑子，我觉得想的可能是，我是熏的话，可能在想，我操，我们这把都能赢，为什么呢？熏应该都在想，我们这把怎么赢呢？波纹这个时候想的是，来一次首发稳坐了，首发稳坐了。我很想骂人，但是我觉得还算了，没必要。哎，没必要。只能说，我很久没有见到这种比赛，我真的好久没见到这种比赛了。LPL 现在也太抽象了。很难看到零失误的对局，抛去质量不谈，节目效果是有了，这样子的 LPL 你看好吗？最后兄弟们各视角看得精彩，也三连尽兴一波啊。